我是瑞博，今天是10107年8月18号，小琉球的民宿，10:27，早拍摄的是，你看对面，阴天跟晴天的差别，流线片干嘛在很多都点不到几个上面，哈，对面根本就是，这样，就是晴朗的天气，而这里。就是超级阴阴的天气，那边跟就是大雨的地方，远处，好的，全片干嘛在云朵店的就刚好面，超酷的，刚好分一个分解的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干嘛在云朵店的就刚好面。其实这边发一风景还不错，只是见。天气还不是说很好这样，感觉就是用相片干嘛的，很多都点不到去看海面。这是帕杜，不，这是民宿的海岸帕湾，谢谢各位支持，再见，拜拜。标题应该会打那个小琉球的民宿海景节。感谢各位支持，再见。